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有时候忙到没有时间保养的话，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。这里就是我们办公室，要进来看看吗？对，要不要来看看？来来来，我每天大概早上8、9点会起来，然后一定会做一些晨间保养。10点左右大概是进公司了，会先处理一些比较紧急的 mail 啊，然后回复一些讯息。下午可能就过一下企划，找一下视觉方向，然后有时候会有拍摄或场刊，是一大堆样衣，边看订单啊，审核一下，然后我们要选色啊、调布什么的。对。回家的时候还要回一下 IG， 最后还要打一下文案。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们办毛梗的快闪店，下班之后我们凌晨1点又突然要召开紧急会议，我们就开会开到天亮。今天比较忙一点，等一下要参加一个活动。我们等一下拍开箱店。哦，还是我们现在去拍。好，值得啦！就是每一次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，大家非常喜欢，那种成就感真的是忙碌没有办法消磨的。所以目前为止应该值得吧？很不肯定耶。太累了，再帮我上哭的那个动画。老实说，就是上新品那一阵子，会真的是回到家洗完澡就是可以一秒入睡耶。所以如果有一种就是一瓶可以抵多瓶的保养品，我觉得超棒，像克兰仕的黄金双击萃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它是双管设计啊，那精华跟油是在一起的。对对对，超好用，一瓶搞定的。对啊，我现在每天就是看荧幕，然后再看手机，我觉得最近真的用眼很过度。最喜欢黄金亮眼出来的地方吗？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黄金双击萃一样，它一样是两种质地，它是水精华加乳液，对，非常清爽，很好吸收。对，这是我最喜欢它的优点之一，因为它是二合一的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勾上去，然后就可以睡觉，就完成了，也不用怕黏，因为就是很清爽。最大的感想嘛，因为像我的眼型是属于比较下垂的那种眼睛，小狗眼啦。啊，如果就是不好好保养，老了就是那种老太垂，就看起来很没有精神。对。然后加上我以前的经验，就是如果用太滋润的保养的话，会容易长肉芽，所以我觉得黄金亮眼萃对于紧致跟提亮都是特别有感的，好吸收，然后又无负担，重点是又很保湿。现在。紧致跟提亮，我觉得都看得到，就是很有感就对了。很有感。